答，问心中众生卡，白地母，三颗鹅三幺幺，坐不宅就平安。此时让我们心中众生卡，回到在此在多，白地母，当杠东书堂，那年虎子林跨金阁，跨金阁，转天他罗地堂，坐到他在此住金阁堂，好有。红色堂出现了，我们就是安全的和，二一中太有福了。你看啊，你那几块，我讲好贵啊。